你叫刘晶，你的那个同桌霸道，多少了？同桌，滚出去！滚出去！真的，我是公。我是名叫陈宇，你是想当警察？追求没梦想，我一直没想好以后或者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。我这次来其实只有一个目的，你有过去的一些遗憾，想要去争取，毕竟有他们。从现在开始，走。发生什么，我都会让自己更加坚定和勇敢。我想要考谁过，加油，必过。这本是你的梦，我一定会重新画起来。大